还有。俺、啊、这今儿总吃排骨，今天又打了。抱网去了啊，下去了，啥时候？距离拉近一点。你这一天一天玩儿总没错是吧？找啥一玩啊？没错呢。站哪儿去了？你这再打一网都完了，没处打去了。哎呀，这扔了个网子玩儿是扔的。我使劲别往扔一扔。你这再打这一网都没处打去了。不中了，他跑大厂子弄一网，一流的都流出多少米来了？包了，包网是肯定包网了。你都是这么打，最少得少三网，又包网了啊！这我瞅这网有五斤呢。我大哥说了，偶遇核桃林，这网有五斤，没五斤，有二斤吧？二斤有，二斤是有。没试上啊，全是一，哇哎呀，哎呀我去，滴了嘟噜的，你打哪儿跑？咱总打的是会打，知道打哪儿我似的。又满了啊！不，我这还那个伸水儿，个儿大，伸水那个儿大。对。前身刚才从脚底下这儿打一网，个儿都小。我连搁这儿打的就往走了，咱打不着。啊！你讲我也往老沙这捞。伸水是个儿大。都是个燕头。咱这家伙，你这家伙，大桃花，嗯，真好。使去吧，香个跟头啊！第三网。太健康，这一网。油灯品烟丝半只网眼啊，老铁们啊，老沙同款，钓兜四米，半只眼，这网真不大势头。老铁们好啊，再给老铁们拍一个简单撒网脚程啊，这是咱们这个钓兜四米的最新款的网啊。北京家乡县油灯品烟丝干网啊，咱们看看开顶效果能不能开顶啊，试一下，一圈儿两圈儿，还一网没撒呢，不用做追星了，简简单单的往里边大概40公分吧，拿了多少卡紧，然后在里边套网线，大概40公分啊，膝盖的位置，我膝上方啊，慢慢理啊，新手不用着急啊，理网的时候不怕仔细啊，一点一点的往上走，这网我估计那第二网才能开顶，我估计头一网开不了顶，理到最后啊，理到最后膝上方，嗯，下边两三挂网兜，抓在左手啊，退点网线，形成一板在手里边啊，形成一板，然后放下，大拇指挑着底缸，食指压住底缸，还有这一板线，我往这儿反过来，看一下均匀不啊？看一下往这儿均匀不？都让它外翻，往这儿啊，都让它外翻，拿不准啊。嗯，来，咱试一网啊，看效果。来，我下去了。三碗头一碗，这俩眼啊，使劲儿。就在这块儿，慢回身啊，小点劲儿，慢回身，不要求打远，要求把网口放开啊。11点方向翻手腕，1点方向同时撒手。干网一开到底，开到顶，老铁们啊，一网没扔呢，这是新网啊，这是咱们最新款的网，快转上来吧，咱上不上鱼？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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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嘿。
一往成功，老铁们点点红心。